好，这难道也是这个小弟弟看不下去了吗 ？NBA 总冠军赛第五战哦，热火队气势冲高，顺利以121-109击败了雷霆。但几家欢乐几家愁哦，在热火队疯狂庆祝的同时，才一个6岁的小弟弟，因为不忍心看到热火痛宰了雷霆，在电视机前失控大哭。和爸爸一起看 NBA 总冠军赛，眼看心爱的雷霆队就要被热火给打败，这个6岁的弟弟整个人缩在沙发上崩溃大哭。小球迷好心碎，不止大骂热火队，球星们也一起遭殃。妈妈一边录下弟弟这任性的一幕，一边提醒他：“哎，你不是很崇拜小皇帝詹姆士吗 ？”Like LeBron James, there he is. I hate him. He used to like, but I hate him. Why?不过热火三巨头连线稳扎稳打拿下2006年后第二个冠军杯，实在是有目共睹。热火球迷也别生气，不要跟这个小弟弟计较啦。中天新闻综合报道。